我一年90岁啊，啊做一工就赚一工，啊那无点么厝诶无聊看电视啦，啊看啊困去，毋知伫电视看我，我看电视，安尼就浪费时间，甲浪费生命。家在我有立足者啦，啊人叫我做啥我就做啥。我5:30起床啦吼，啊6:30就出门，啊搁爬搬两班车吼，坐99号的坐到板桥公车站，啊再搁搬702，啊坐到园区门口遐倒车，啊再行路入去。你广播站哪会还袂开啊？师傅讲粪扫会当变黄金啦。啊，我唔知影讲啥物会当变黄金，啊，我就去做，去做环保，啊，才知影讲回收转来的粪扫会当分类再利用，就会当变黄金。纸板哦，另外放在遮，哦，这是纸板较厚的纸，对了，啊，白纸哦，另外白纸放在遮。上年讲来不及，来不及啦！啊，我嘛是来不及啊咧，我才做起啊！啊，我嘛无紧来做吼，浪费时间。啊，我虽然我腰无好，我嘛是下腰带来做，做甲足欢喜的，啊，搁趁钱讲的。